当地时间10月2号，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处海滩上突然惊现着成百上千个绿色的这个毛球，这些绿色的毛球与网球差不多大，当地人戏称是外星的。不过据当地媒体说，这绿色毛球应该是一种绿色的海藻，被冲上海滩的时候呢卷成了一团。